这样子，一二三。哦，妈妈咪呀！哦，嗯，哦，好的，妈呀！哎，怎么那么好？还有这个东西，来啦来啦！纪念品。哦，要跟大家讲几句话吗？嗯。哦，对啊，就是那个环艺嘛，就是很著名的很多那种很难的陡坡，然后要在21，他们总共有21站，然后今天是第一站开幕站，那今年是无尽的爱，就是最重要的一年。哦，还有一个那个奖杯嘛，无限杯，然后每一年的冠军的名字都会被刻在上面，然后一直爬爬爬爬爬上去，就是象征就是意大利就是一个就是很艰难的比赛，然后今年是100届。哦，今年第一百届，所以今年他们叫做无尽的爱，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今年的这个 logo 就是这个100，然后这边是一个这样无限杯这样子。闭幕战，哦，就是21站米兰，哦，就是全部整个城市都变成粉红色的那一天，小弟在米兰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到时候应该可以跟那个我们 Alan 哥合作连线一下。好，给你年帽。真心的吻他好不好？有那个他们准备的意大利的一些披萨，还有就是啤酒啊，还有一些超赞，没有来的可惜。哦，妈妈咪呀！好的，妈呀！你看黑人这个销魂的脸，这太销魂了。你要知道这个意大利薄饼有多好吃。好的，这个意大利甜品。这是什么？这香槟暂没开。是最不分米兰，这是最漂亮的。你有看到这是他这个杯的话？有谁？这是第一次打我。OK。啊，拿这个啊。很爆的哦。喝啤酒，你喝，我等一下再喝。没有开瓶。啊，今天所有吃的东西都是来自意大利，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真的。然后水也是，然后酒也是，人也是，人有哦，我们不要以为没有，这个是意大利办事处的，真的。这个是我们影片点击最高的那一集，其中那一集，那是北冰100那一次的啊，对，各位记不记得？对，北冰100，威汉什么时候比赛？再让我们拍一下，冬季啊，对啊，冬季啊，7月8号啊，有接驳车的时候我就会考虑，有接驳车的时候我就会考虑，应该有啦，应该有。换手把一个，换手把。你知道那支影片多少人看吗？换手把那一支，你说手把三万多人吧？至少3万多人看到你。真的假的？应该有3万多吧？有那么多哦，我后来都不敢去看了。为什么不敢去看留言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怕等下可能讲的。因为那支影片其实桑尼在里面应该是几乎没有露脸，可是他性感的声音，3万多人都认得出来。真的假的啦？因为那时候还一来有点菜，有没有？搞不好传的没有很好。哎，你的 challenge 台湾你是比多少？13。我比515啦。我陪我朋友爆出铁，然后我没有练啊，没有练13。很厉害哎，没有练哎，没有练完赛哎。你看好臭屁哦，他居然还故意讲说没有练的。没有练哦，真的，我都没有游泳，也没有跑步，只有骑脚踏车。然后莫名其妙就到终点了。对啊，重点还不用3个半小时。哇塞！现在现场已经开始，他们待会就会有专人的转播，中文的转播，然后而且是专业的转播。
然后今天环意赛事第一天嘛，而且是100周年第一天，那所以很特别。那今天的颜色都是粉红色，等一下我再找个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是粉红色，好不好？环意吗？因为今天的就是粉红趴，就是大家可以穿历届的粉红衫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没有，每一年都是粉红色。每一年都是。对，粉红色，它环发的话是黄衫嘛，但是环意的话它就是粉红衫。今年环意是100届，对对对，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对，然后它早期其实就是他们的粉红报，他们的报纸运动报。然后创立，然后就是用粉红色，他们七叶色。这顽皮豹跟这有关系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剪头发太快了，他这边剪的还蛮速度蛮快的，洗头还不错啊，造型要随着这个大队转战这20个大区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年的这个第100届环艺是规划的特别的用心。那环艺大赛第一届是在1990年开始举办的。那个好帅，怎么？我在拍他，他讲我。你好，超级粉丝哎！真的吗？谢谢。我都每天都先，每天我就约会就先看你的那个频道，先连频道看今天有没有新阵营。你就知道他上班都不认真上班，然后上班都在看你的频道。我哪有那么多集可以看啦？我看有一集打球打高尔夫哦，我看你的球该是后马的。对，我是后马的。啊，真的。下次你教我打球，下次你教我。对，好了，你在频道里面看到你自己，很开心啊，应该会很开心吧。现在他们活动开始了，那希望今天可以在影片里面大家看到的赛事啊，在公路车赛事里面是一个大赛事，就像他们的奥运会一样。那尤其是在欧洲，在公路车这个运动呢是非常非常盛行的，是已经超过100年，超过整整100年，今年是第100年，那所以意义特别重大。还没有骑公路车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，将来有机会，如果你们接触了这个运动之后，你就慢慢会对这个东西会开始会关注，所以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更多的东西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各位拜拜。